蛇汤哦。吃一下，看看味道怎样。他家挂包跟别人不太一样哦，别人家挂包都是用花生粉，他们用的是花生酱。然后别家用的是空肉哦，你看它的肉就是颜色比较淡哦，有点红红的。然后这个酸菜啊，就是炒的蛮甜的哦，正统台南口味，甜就是甜。它整个是普通包，然后肉切的是比较小片哦。这个肉给的比较多，贼瘦特棒，然后皮还蛮，这个猪皮还蛮 Q 的哈，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哎，这个挂包啊，除了酸菜啊，能不能看到？还有这个萝卜，腌萝卜。口味也是比较偏甜的，不过脆脆的，蛮好吃的。肉好吃。猪舌汤，吃一下。还有酱，我以为它猪舌是就是水煮之后直接切片啊，其实不是哦，吃起来里面是有味道的呢。哎，它这个猪舌好吃哎，本身就有咸味哈，而且不会太咸。软软的，但是又带一点点脆哦。这个猪舌汤很推荐哦，不是它的瓜包也可以喝它的猪舌汤。所以爷爷那个年代是可以去吃二房的吗？